新竹关西是个道地的客家庄，来到这里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仙草。大家都吃过仙草冻，喝过仙草茶，但是你有看过仙草本尊吗？这一块就是仙草田了。什么？这一块绿色的田是仙草田？我们印象中的仙草不是黑黑的吗？怎么会是绿色的啊？绿色的。阿爸说啊，仙草呢含有丰富的胶质哦，而且它胶质最主要的地方呢是在于它的叶子上面。哎，真的哎，超黏的。看到？采收完，接下来要揍它，让它成仙。不是啦，是打掉它的泥巴，再晒个3到5天采收起来。哎，你要做什么？要捆起来的仙草啊。阿爸为什么要这样踩它？要给它踩，给它比较。均匀一下，扎实一下。可是这样，那个叶子不会踩坏掉。不会踩，踩坏一跳，等一下无所谓啊，掉下去在里面。超好玩的，天然的仙草，砰砰闯。仙草整理好就要放1年以上的时间，因为啊，越放会越香，越放越值钱哦。